哎呦啊！你不去看宝宝，又在那掉牙签儿了，不是牙签儿，棉签儿啊，不是牙签儿了。我说嘛，那小棉签每天都被咬成两半儿。那就是啊，原来是我们有感每天抓着。你个当妈的也不这么不省心，你天天还能忙里偷闲照顾宝宝之外，还能出来破坏小牙签儿。我每天放一个抠耳朵嘛，完了回来就折了。原来是 AU 干的。这屋里就你们娘仨，那两个小猫崽还不能出来，眼睛都没睁开呢。那就是 AU，你瞅瞅，AU 啊，肉给你准备好了，吃点肉吧。每天都得喂你肉，肉罐头。奶，喝奶主要是，酸奶。奶比奶好一点，酸奶更容易消化。肉啊，这都新蒸的。哎呦，来来，哎呦。你上厕所之前还先吃点东西，还往出顶一顶啊！此处就不给你转播了啊！来，老大老二，趁你妈出去，我给你们换个新的尿不湿啊，一半一半换。哎呦，先上新的上面。哎呦。我换尿不湿，你别担心，还这么警觉，我又不是偷孩子来了。换完了，哎呦，小猫也不叫唤了啊。给人家给放进去，放进去。给。给好看看一看你家宝宝，让他羡慕一下啊。要好看，羡慕羡慕，嫉妒嫉妒，是不是好有看？啥了不起的？本喵也会生。哎呦，回头您好看呢。好看，真长大了，你没发现吗？好看，就是那个好身看，长大了好多。长长了，好看。出去吧啊！行不行？你在这，哎呦，就没放松过警惕呀、啊？反正没事就跟你打个招呼，也不知道你说啥，你也不知道我说啥。哎呦，反正礼多人不怪嘛，是吧？好了，我把产房这个盖儿给你扣上了啊。盖上了，盖上，安静了，省得你老害怕担心的。你瞅瞅，又把你的宝贝儿给搂住了。拜拜。产房上再盖个小被儿。免得漏风。